还不走吗？猪，妈，这样很好玩吗？又曾经逼我入队，把我生活搞得乱七八糟，都你们说了算。你为什么要生气啊？你干嘛帮我打？今天要保护队友啊，不然是要看你被揍。你就没有想过自己会受伤吗？不是想关心我吗？没有，你想得美。我已经你的身份命令你坐下。你该不会真的想从叛逆少年变成热血怀少吧？越大越有意思。你是我的，我是我自己。那你有可能喜欢男生吗？喜欢的重点在于喜欢本身啊，不分男女。所以是有可能的。你可以帮我剪一下浴巾吗？我不会剪发了。我剪完不剪。人家吃饭要考虑啊。